之前举办事前登入活动引起广大回响的元素物语，今天正式上市咯。在庆祝记者会上，四位代言人齐聚，向玩家介绍本作好玩的特点，更亲自 PK 对战，为粉丝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。元素物语邀请主持人纳豆、歌手露露、电玩女神谢杰玲、电竞主播徐展元，四位完全不同类型的名人为游戏代言。四人在舞台上热闹互动，分享拍摄广告的甘苦谈，随后更真刀真枪的直接 PK 决战，让玩家体验到这款不同于市面上其他三消游戏可以真人即时 PVP 的特点。元素物语在本日盛大上架，展开一连串开服优惠活动，想要领不完的虚宝，同时抢先其他玩家训练排期技巧的话，现在就赶紧拿起手机下载吧。